好，欢迎收看红树林新闻，我是廖品涵，带您关心今天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27号启用新式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暨现代化119专家派遣系统，由市长朱立伦主持揭牌仪式，并体验受理救护案件。他表示，新系统派遣时间比过去缩短一半，在分秒必争的救灾救护行动当中，能够救人无数。在这一场揭牌典礼上，市长朱立伦表示，这是全国最新、最现代化、最科技化、最有效率的119勤务指挥中心。说到效率，过去119案件处理从通报到派遣勤务需要84秒，现在结合新科技缩短到只要39秒，是全国第一快速。或许有人会说才少掉40几秒，但是对于报案的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救命的关键。目前在立德路上面，所以是派两辆出来。哎，我们第一台就市长派的是民生9辆，我另外一台是在线上的。对，在线上的民生9辆。今天是我们新北市的紧急救难的救灾119紧急中心，哎，今天正式成立啊。那这是全国最新、最科技化，而且最多席次、最快速的一个整个派遣系统。那我们可以在40秒以内完成派遣，我相信将来也会成为台湾的一个让世界来参访以及各城市的一个典范。我们希望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来确保全民的平安。朱立伦表示，新形式的119勤务指挥中心，不管是来电显示、报案地点锁定，甚至路上每一根电线杆、路灯都有编号，结合监视器影像立即传输，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状况以及派遣勤务。这就是结合新资讯科技的成效，以确保市民的平安。刚刚体验的就是非常有效率哦，因为在电脑萤幕上面瞬间就显示所有的来电，也可以显示我们紧急的一个派遣方式，一个按钮就可以达到派遣的目的啊，所以才能够在40秒以内完成。随后，市长朱立伦除了主持启用以及揭牌仪式外，还亲自担任执勤员，同时也在大型萤幕显示下一一监看各分队出勤情形以及案发现场。他除了对这一套新系统感到满意，也对平日执勤同仁的辛劳表达肯定以及加冕。谢凤强市府长报道。台湾国际扶轮社还有韩国、新加坡、日本扶轮社以国际扶轮社基金会全球奖助金携手捐赠了13台 AED 给新北市政府，而今天由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代表接收。在27号的记者会上，副市长侯友宜表示 ，AED 俗称傻瓜电击器，具备轻巧、可稀释、操作简单以及容易训练且效果显著的特色。心室颤动的病人若能在1分钟内给予电击，心跳回复成功率可高达90%，5分钟内也有50%。若没有 CPR 或 AED， 则存活率每分钟下降7%到10%。因为心室颤动啊，突然之间停止脉搏、呼吸、心跳，哦，这点点拢看电击，啊，是讲听来听朋友咧讲，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往往那瞬间的发生，我们的反应其实是来不及的，因为这个物件吼，携带方便、轻巧，啊，上重要，操作简单，一看者大家怎样操作，啊，迄两点要大力对打，有图示，还有语音给你讲。电击器吼是非常有作用的一个设施，一个医疗的设施。哦，一般来，假如说我们心脏发生意外送到医院，大部分都来不及，大部分都来不及。这个一定要在黄金时间1分钟内，最慢在5分钟内，你一定要能够有紧急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电击器是将来越来会越普遍，啊，我们扶轮社34人扶轮社也一定会在这一方面再多做努力。记者会中，侯友宜非常感谢各国际扶轮社的善行义举，一次就捐赠新北市共13台的 AED， 相信一定可以挽回无数的幸福家庭。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这个我们的民间所有的团体，如果有要做行公益的时候，给我们捐 AED， 就像今天我们39人7号吴总监带大家来，你这个所在给我们捐 AED， 让我们新北市的市民在瞬间的健康的保护上，能够第一个时间能够及时得到 AED 的资源，让他的生命能够有机会存活下去。侯友宜表示，台湾每年约有20000名的心脏病患者在到达医院前就已经没有正常的心跳，若是救护车上配有 AED 施予心脏电击，患者存活率可以从不到1%提升到5%，
如果在公共场所设置 AED， 依照日本的经验，存活率可以达到38%。谢凤强市府长报道。位在金山区的中角湾，就在临近南边海堤的沙滩上，有一艘长15公尺的废弃渔船闲置在这里，已经超过20多年了。不仅会影响到景观，更会造成附近冲浪客的安全问题。因此，今天立委李庆华也会同相关单位前来会勘协调，预计在明年由区公所发包作业，而这笔经费将由北关处与国有财产署共同分担。位在金山区的中角湾是许多冲浪爱好者的天堂。不过，从中角湾往南边海堤的方向，在沙滩上有一艘长15公尺的废弃渔船，因为只剩下船身底部的关系，因此每到退潮时才看得到。而就是因为这样，里长也担心有游客会不知情，会造成危险。而这艘废弃渔船闲置在这里也已经有20多年，就是因为处理的单位包括了国有财产署、交通部观光局以及新北市等等，全责难以厘清。因此，今天立委李庆华也来到现场会勘进行协调。我们现在由观光局方面和国有财产署方面双方面来出经费，现在金山区公所来负责执行，初步评估经费大概要500万左右啊。那动工的时间要等这个东北季风稍过啊，我们就会立刻动工，所以。一旦解决之后，大家在这里冲浪、观光、散步，就不会受到铁壳船的伤害。由于这艘废弃渔船从20几年前就闲置于此，因为搁浅的关系在这里荒废。不过当时的主管单位把渔船的上半部移走了，却留下船底，让地方难以理解。而在今天的协调过后，确定由金山区公所来处理，而经费来源由北关处以及国有财产署各出一半。在金山中角呢，一个铁壳船大概20几年了，那我们为了解决20几年的问题呢，那我们北关处呢跟国有财产署呢，在立法委员李庆华委员的指导之下，我们跟国有财产署一起来努力，那请金山区公所把它清除，那预计在明年春天之前会把这个铁壳船移除。这20几年来哈，拢无法度通处理，即马咱李委员哈，两个主动协调哈，来甲咱处理这项代志哈，今仔日吼，终于有了眉目啊！敢那有北关处加这个咯国产署吼，啊，来甲咱共同来出资来解决这个代志哦。由于这艘废弃的渔船已经卡在沙滩里头，若是要清除，区公所预估经费高达500多万元，因此才会拖了这么久。而未来将会由北关处与国有财产署分摊经费，再由区公所来发包，预计在明年3月，等待东北季风过后，就能够进行清除的作业。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台湾大宽频光纤上网超值优惠加倍奉还，120 MB 光纤上网只要888，再享高画质全享餐 Home Play 多赢分享 Super MOD 三大服务免费，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锁定台湾大宽频 LI 时尚生活频道 Channel 206，型男 Jason 冲澳洲就有机会免费送你游澳洲，一人中奖两人同行，还有其他大奖等你来拿，请洽0809000258，快上台湾大宽频官网参加活动。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推动台湾电影文化中心培育更多影视人才，新北市政府27号成立咨询会，邀请众多知名电影人，包括导演李烈、杨立洲、徐立功等人。另外，国际知名导演李安也担任咨询会的顾问。透过新闻，我们一块去了解。为了打造台湾电影城，新北市政府27号成立咨询会。市长朱一伦表示，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空间场地，培育更多的台湾电影人才，让台湾不止只有一个李安，还要有更多优秀的电影人。那如何去打造一个电影文化中心？以大台北地区来讲，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尤其正好就在中央的文化部的正对面，这一块地早期就已经规划为电影文化中心。那现在地是属于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那预算我们也准备好了。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万事都具备，其实不是欠东风，而是欠它的内涵怎么样的更为电影人大家所接受，更为
未来台湾电影打造一个非常重要培育人才的一个基地。咨询会上，国际知名导演李安也现身座谈，并且担任咨询会的顾问。李安表示，希望电影文化中心可以让电影人有个基地，有个家。他也鼓励台湾能有更多的电影作品，不分门派，也不分品格高低，最好能自由创作，让台湾电影蓬勃发展。我们电影人跟电影文化有一个好像一个家，一个基地啊，这样我希望能够台湾的电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地上面成长茁壮，希望是越来越好。我对电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越多越好，各种方式的表达，能够越自由越蓬勃越好。任何的电影，没有门派，没有格局，没有品味的差异，只要你在拍电影，我觉得都是好的。那我希望，这个文化中心能够兼容并蓄，我们的电影产业能够，海纳百川。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除了教育体系，那专业的电影的文化中心跟文化的学院，类似这样的一个培育人才的机会，我们都愿意来做。所以我们也特别敦聘了我们在电影界非常资深又非常有这个经验的一些好朋友，包含老中青三个世代。我没有讲谁是老谁是中啊，像烈姐是属于青的那一代哈，那大家都来共同参与。现场与会的委员还有导演李烈、杨立洲、电影制作人徐立功、叶如芬，以及连夺14金马奖音效制作的杜笃之等人，一起来为台湾电影文化中心尽一份心力。解凤强市府长报道。民国100年时，为了保存重建街这条淡水第一街，曾经有在地居民发起占满重建街的活动。当时号召了近千位民众热情响应，也成功的让新北市府调整政策，重新规划。但日前新北市公务局又再次召集居民开会，提出折中的方案。但重建街30号以后的街屋仍然要拆除的决定，让许多的居民很傻眼。因此，这个周日他们要再次号召民众来重建街比赞拍照，希望让新北市政府看见重建街的美好，并表达他们希望重新规划成历史街区的声音。上个月30号，新北市公务局在淡水公所召开了重建街的说明会。而在这一次的工程设计中，虽然从恋爱巷到清水祖师庙这一段将改作人行道，但重建街30号到16号间仍然维持拆除的决议。这样的消息也让长期投入重建街保存的民众很担心，因此在12月1号这个周日，他们也要再一次的发起占满重建街的活动。因为那个重建街哈是淡水仅存的汉林街区哈，其实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市政府跟地方市议员愿意来关心重建街的未来，只是很可惜的就是市政府那边提出的新的版本并未能完全顾虑到这个历史街区的保留。有居民表示，这一次的设计根本没有意义，已经失去了当初6号道路拓宽的原意，因为就算拓宽到恋爱巷，后面也没有可以让车辆继续通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更会让重建街的古早味消失殆尽。因此他们也希望利用这次的活动，让新北市政府看见重建街的美好，尽快悬崖勒马，变更设计，让整段重建街能够规划成历史街区。还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看到民众对保留重建街历史风貌的期望。是啊，也希望市政府赶紧用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来规划重建街替代早已过时的都市计划。而听到媒体要来协助报道周日占满重建街的活动，就连当地市居的90多岁阿嬷都出面比赞拍照，希望大家看见重建街的美。而占满重建街的活动将在周日下午2点半登场，主办单位也希望有更多认同重建街的民众能够一起站出来，为保存老街挺身而出。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将金山区金包里老街的商家能够有所整合，市府金发局今天来到区公所举办金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筹备会，希望能够借此作为未来举办促销活动的平台之外，也能够以自主管理的方式经营，一起打造出不一样的金山商圈。
位在金山区的金包里老街人来人往，许多的游客假日来到了北海岸，都少不了到金包里吃鸭肉的行程。也因为这样子，让整个老街不只是在假日，就连平日的观光客也相当的多。而为了将金包里老街的商家能够有所整合，市府金发局今天来到了区公所，举办金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筹备会，希望能够借此作为未来举办促销活动的平台。金山老街呢，其实是北海岸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商圈，也是新北市从近年来就希望积极辅导和协助他们提升的一个商圈。那因为往年啊，金山商圈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组织的代表，那今年我们从102年开始就积极的辅导金山商圈的蔡理事长，然后成立这个协会，主要呢是希望说可以透过协会跟政府组织这边有一个单一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透过协会来重整那个整个商圈的一个诉求和需要，还有排定他们一个需要的一个顺序之后，由市府来作为一个组织和协助。市府经发局表示，在新北市已经有11个商圈成立，而成立商圈发展协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成为政府与地方商圈的沟通平台。此外，往后在商圈举办活动的时候，也能够集中资源，让所有的商店都能够达到效益。我们现在是要成立一个金山商圈发展协会了，想讲以后带动金山的老街，免啊发展起来，要如何来让它发展，就要有一个窗口跟市府来做沟通。我们的希望是这样，是用带活动的或者促销方式来连同市场一起把它推动起来，让观光人潮也活络起来。而今天来到现场参与筹备会的商家大约有30人左右，在金包里老街旁边的公有市场也希望在商圈成立之后，不仅可以制定会员公约，包括了保留通道、环境整洁以及从事公益等等，以自主管理的方式经营，一起打造出不一样的金山商圈。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在淡水的新民街上，有一间韩式餐馆，老板是今年才刚退休的淡水分局警备队队长张宏章。为了弥补从政20多年来对家庭的亏欠，在退休之后回到太太经营的韩式餐馆担任外场的工作，靠着每年不断到韩国考察，引进台湾没有的韩式料理，以及从政培养出来的服务热忱，让这间小餐馆的生意再加分。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看看。来到淡水新民街上的韩式餐馆，点了菜之后，马上就有一位大哥到桌边来帮您烤肉。而仔细看，这个人有点眼熟，他就是张宏章，淡水分局的前警备队长。以往春季、秋季时都可以在中列祠看见他担任执行官的身影。而在今年退休之后，他也回到太太经营的餐馆担任外场的角色，希望把从警多年来对家庭的亏欠给弥补回来。也很少回家，虽然说家住在旁边呢，也很少回家。那太太对我也有所抱怨，有很多的抱怨。那我想说，也从事公职也这么久了，应该要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所以就在今年就毅然的申请那个退休，那个在我太太的店里面那个帮忙协助太太，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共同经营这一家这个韩式料理。那我可以放心把外场的部分交给我的先生。那因为老公其实他以前工作的关系，所以他跟人的互动也是很频繁，所以他到店里来当在外场帮忙客人服务的时候，对他来讲就是得心应手，然后他也间接的可以交到一些好的朋友跟新的朋友。我们一向都是把我们的客人当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一样来对待他，所以我觉得这一份工作对我老公退休后的生活是很适当的。中午时间客人络绎不绝，生意相当好，标榜正宗的韩国味。老板在退休前就和老板娘定期到韩国考察，引进各种台湾韩式餐厅吃不到的韩国美食，像是这道黑盘烤肉。特殊的黑盘就是韩国人家庭必备的炉具，不但油烟少，能够回收猪肉油脂再利用的设计更是相当特别，烤出来的肉也让顾客们赞不绝口。我最喜欢吃黑盘烤肉。那你为什么喜欢？我觉得它的肉很嫩，而且很香，吃起来很有，就是很有口感。对，那跟一般就是外面韩国料理有什么不一样？它的肉质，感觉比较嫩，而且它里面比较有弹性。那黑盘最主要它就只有这个猪五花跟牛排的部分呢，这个就是韩国人比经常
他们这家常料理，那我们就把我们去韩国看了以后，就把这些黑盘的带回来这边，那也在我们店里面呢尝试的推出，那也颇受好评。发挥当警察时帮助民众的热忱，亲切的服务也让这位退了休的队长成了店里的活招牌，而求新求变的好口味更是让店里的人气不坠。而民众如果想要体验特别的异国美食，不妨可以到这里来品尝看看到底的韩国料理。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淡水国小内有着淡水区的国际文教中心，而自从成立以来，学校就努力在收集世界各地的文物。今天上午为了配合校庆，学校也举办了多元文化展。这次的展出主题就是学校最近从云南地区收集回来的少数民族文物，希望借此可以让孩子认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风土民情，让他们的视野更开阔。今天上午淡水国小相当热闹，为了要庆祝学校的校庆，淡水国小特别在学校里面的国际文教中心举办了多元文化展。而这次展出的主题就是学校最近从云南地区收集回来的少数民族文物，希望可以借此让孩子认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风土民情。这是我们学校的国际文教中心，那它是收集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文物，那我们期待说有机会让我们的社区民众跟小朋友来这边学习，认识更多世界各国的文物。我们介绍云南的十八怪之一，这是帽子可以当锅盖啊。他们帽子当锅盖，他们去工作完了以后，他们又很热，就会戴上帽子，然后这个帽子又可以回家当锅盖，因为这个竹子变得很透气，所以他们云南有十八怪，说帽子当锅盖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少的一个文化这样子。无论是可以当锅盖的帽子，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头饰。而校长也表示，国际文教中心从成立以来不断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而对此家长们也表示肯定，希望透过这些文物能够让孩子看见更宽广的世界。我们希望能够开拓小朋友的国际观，让孩子们能够多认识很多的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让他们对人有多一点的关心，有一个世界观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产生。无论是来自非洲的野生动物木雕，又或者是来自欧洲的铜像，国际文教馆中收集了来自五大洲三大洋的各式特色文物，而有兴趣的民众也欢迎来到淡水国小看看学校精心的收藏。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 Home Play 让你多赢分享不设限，行动装置看得到的线上影音可以放到电视看，第四台节目也可以分享到手机或平板。现在办光纤上网 Home Play 免费，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我们北部地区清晨温度还是有点冷，不过呢，好在中午阳光会露脸，温度会来得舒服一点哦。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呢，我们台湾上空现在云层还是很浅薄，所以北部地区各地都还是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东方的海域上已经有建立起一道封面系统了。预计这道封面系统呢，在今天傍晚开始就会影响北部地区，所以我们北部地区呢，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清晨各地都会下起零星的阵雨，可能天气就会有所不一样了。那直到这个封面系统明天中午离开过后呢，后面伴随而来的就是强烈大陆冷气团，所以这个大陆冷气团虽然很干燥，没有什么水汽，但是温度会下降许多，所以北部地区开始明天开始可能温度会下探到11度的低温，甚至在沿海地区空旷地区可能会有10度的温度出现，所以感觉真的会非常的寒冷，一定要特别留意做好保暖的工作。那今天的雨量预估呢，可以看到在各地呢，因为今天傍晚封面影响的关系，都会有一些零星阵雨的情况，那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中午之前，都还是有些降雨的情形哦。礼拜四中午之后呢，天气就会转为稳定的天气了。我们从一周天气可以看到呢，今天的温度算是还是舒适的温度，大概16到24度，但是明天开始温度就会下降非常的多，低温只有11度，高温也只有16度而已，将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都是一个很寒冷的天气哦。那预计到礼拜一开始，冷气团才会脱离我们台湾地区，温度才会回升到像今天差不多23、24度的温度。所以提醒各位，今天晚上开始，北部地区就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出现。那明天开始呢，强烈冷气团南下，温度将会下探到11度的低温，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廖品涵，祝您一切顺心。洪顺宁新闻，我们明天再会。